到一个外来的病毒，比如说这个，你的身体它就会进接你的细胞，但是它不会伤害你的细胞啊。既然这个 original 的新冠呢，你是真的，你就是在20多岁你顶峰，够不够你全世界了？看个人的生活习惯，好像点的啦，就是头痛啊，因为我是不会说的，是吧？我把这个简单化了，如果讲完全身体没有症状了，当然是1岁才开始治病了，他第一件什么还是什么，所以那个药呢就把它做了。你55岁你开始觉醒，这个假设55岁，如果你是随便拉的人呢，你55岁了，那么所以你能享受人生，坐这个路区，这辆车去服务嘛，或者做你想做的东西。在我讲55岁嘛，比如说你比较早看到，比较早搞的随便拉的人突然间觉醒了。我的同学哈，之前跟他讲，哎，过来，有没有因为练功夫一些东西啊？哎，我懂得养生哦，这种是老天。